灰尘，营业了。慢用。他们健身，那我和你身为百度使者，却接连杀害三任上级，还真是胆大。我很好奇，你们准备怎么对付我？你就是新任老板。自我介绍一下。喂，快走！我叫张满月，是这里的新主人。一晨。传说，这世上有让亡魂通往黄泉转世之地。当你的生命结束，百度使者便会出现。门户月离，你命尽于此，且生前杀戮太重，随我们去地狱惨遭吧。白龙，你二人阳寿已尽，放下执念吧。动手。若你我只是被旁人发现。发现什么？拜见大人。最后奉劝你们一句，别忘了这个规矩。依晨，你方才说若被发现该如何？该是留不得。那便趁着除邪祟，他连立罪人的事了结了他。树碑之等无能，慧能护的大人受了气。听说狱卒来了一位接管之人。一晨，我冷。尔等竟敢私通苟且，简直胆大妄为！不好了，今天一旦收不住我了。只要你肯好好的跟着我，是否把他的灵力反噬掉？要怪就怪你打错局，大人偷练禁术遭恶鬼反噬，卑职不得不将其封于地下。一直小心，这次我们怎么办？别怕，有我在。你在暗中吹奏乱破，依晨，听说这次是有两位新人来了。